你进来了，所以你现在在家，对吗？有人可能想问，为什么这视频不能在外面观看？这是因为这期视频的挑战需要比较安静舒适的环境，如果你的周围比较吵闹，挑战难度会急剧升高，几乎很难成功通过。那么废话少说，第一关，3、2、1。成功通过的观众可以点赞告诉大家并开启第二关。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。请盯着屏幕上的红点不要眨眼，然后坚持15秒。现在请看向你的周围并快速眨眼，如果看到了这只可爱的幽灵，可以点赞或者评论让大家知道。好了，我是小安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